各位大家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是大礼拜日早起吼，感觉真欢喜，就是讲每一届，咱咧讲到民政府的课程，一届比一届，拢会感受到讲咱的希望是愈来一步愈一步接近，这会造成讲咱的觉醒的人是愈来愈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议题，就是在我们台湾政治，台湾人在看政治面失落的那面，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是我从古早开始说起来，一直去看到我们这个台湾在政治面里面，一直在看到它的错误在哪里。但是一个错误，你若无去甲改变，伊是怎一直唔对，一直唔对。安尼来讲，咱怎变作这个国家是一个拜金的教育？相信咱看到最近真济活动，不管是流氓政府所办的活动，一届开落的钱拢是几百亿。问题伊做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类够利益，一点仔利益都无。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为政治面看说我们失落那边是在哪里。所以刚开始我们来看到说，一个人如果有一个无知无知的那个政治观念，我们不知道要来去面对。常常我们应该都有很多人听到说政治是不可以插的，应该我们都听过吧。关系到讲老百姓对着政治这两字，这两字若大概讲到听到，拢会讲到什么话啊？政治袂插哩，啊，政治太黑暗诶，政治拢是咧讲骗，政治拢是咧创啥？咧讲怪骗，政治唔是咱这普通百姓会当去参与诶。咱这种话听几年？这员工桥，我以我囡仔开始听到大汉，每一届，若讲要囡仔读册吼，读着讲啊来读政治系吼，伊讲啊，迄读个无效啦，迄读个吼，你也无要为政治去奋斗的时阵，你若无兴趣，你对这是无效的，你会感受到讲安尼政治，哪像一只真恐怖的恶魔。伫咱台湾人咧看到这个政治这两字，你会去感受讲，哇，政治可能是一个真无拄好的物件。政治咱拢唔好去啊，吸到哦，吸到吼，便死。若无死，就是规个财产开了了。所以伫遮，咱来分享第一点，讲咱台湾人看到政治面，会看到政治会啥物款？第一，咱选举，咱的政治等于甲选举画上一个等号。敢若讲你的选举的人，则是咧插政治，就是有兴趣。也毋过，政治敢是独独选举呢？我常常甲阮隔壁足济人咧讲讲，啊，这政治袂插伊。句话来讲，我讲啊，若袂插伊吼，你会用甲恁兜的财产吼，拢甲卖卖咧，啊，拢创啥？摕来给我。啊，恁的囝叫莫读册，无彩钱。啊，然后呢，你住倒厝吼，啊，我逐工吼，将你的财产你付我了后，啊，我逐工吼，看你爱食啥，啊，我一工拨100块，安尼甲你饲饲，甲你死去安尼，安尼即叫做卖插政治，因为伊毋知政治的含义是啥，政治的含义是包括着教育、经济，你的种种，只要你生活中的问题，拢总是叫做政治。政治这两字，咱若甲看清楚，就是啥物？就是政府的治理，政府要安怎管理伊的百姓，要安怎管理伊的国家。但是咱头壳若方地基顶无啊落去的时阵，讲啊政治摩擦，政治插了吼，拢会弄家散体啊，规个都破散。吼啊，若无就是这个人，若要插政治，就爱啥物人？咱会当看吼，一个人伫台中。哇，这个实在是有够厉害！我看伊选举了后，伊敢讲，伊咪敢讲啦吼。
伊甲伊候选人讲，本来四点票控啊关起来，伊四点五分就要甲宣布当选。啊，伊呢太太甲讲，唔通啦，唔通啊，当月票诶，这样红咩呢？我想咱知啥物人吼、哦，我无讲，这个人我唔捌哩，但是伊讲四点票控啊收起来了后，伊讲伊四点五分就要甲宣布伊当选啊。是安怎？伊哪有这么有把握？甚至有记者甲问讲，请问你要服务外久？伊讲这门外人民啊，因为人民要爱服务外久，伊就会当服务外久。也毋过，当你看到伊的种种做法，伊干来要做一件代志，就是为大家遐开始。啊，拿一身迄个物件吼，啊，怎去台湾甲西一连个西队，讲做对换去。然后咱足侪人对过，甚至有学生囡仔请公假休困来做表演。伊讲讲讲，这个是文化，但是你有想到，这囡仔若去到安尼出巡，对因去游览过了后，第一，伊回来性地有改变无？变作真够相拍，甚至伊应话态度，伊种种。咱讲这种文化，你要让学生囡仔学习到什么货？当你去甲伊问的时阵，伊讲这个叫做文化，这无法度啊。但是每一回，伊咧选举就开始动用伊只个资源，啊，所以伊讲票控啊，那四点结束，啊，伊五点，明四点五分，伊就要甲宣布伊当选。所以这是选举有公平嘛？无公平。非常不公平，甚至每一回若选举到，你会当看到伫规家都拢开始伫安尼画安尼画安尼画，伊咧画啥你敢知影？伊咧画物件你敢捌去甲思考过？伊咧画讲咱若伊要争取福利，但是即句话伊讲我要替咱的百姓争取福利时阵，我感觉讲。伊甲咱遮百姓当作戆人，因为福利敢爱靠争取才会使得到，毋是是政府你爱去分配，是政府你若一个有能力个政府、有优惠个政府，你应该是爱去将即个所有个治理方式爱予百姓，毋免福利阁靠着咱个民意代表来争取。我相信安尼敢会公平？袂公平，永远你就是无法度做甲真好。但是你若一个优惠的政府，伊会当去看到百姓的需要，然后才开始去甲伊看要安那去做。也毋过咱看到每一回若选举了后，遮个人、遮个立委、遮个议员，因拢咧做啥物代志？你有当时你去问你厝边隔壁，大概若问到讲。你是怎要选这个候选人？伊的回答真趣味哦。伊讲，我甲你讲吼，你唔捌啊，你囡仔人唔捌。我大概吼，那方开红单，我只要提这个去给迄个议员、迄个立委，啊，就免纳钱啊呢。但是，咱有去甲想过无？当一个妈妈，伊讲，哦，阮囝吼，安尼乌白安尼乌白骑，然后吼安尼飙车创啥？啊，但是若去互入去用翕到相啊，去用开红单，真简单，伊就甲摕即个红单去互啥物人？哦，对，议员好伊了，啊，伊就甲处理了。哎，对，不管安怎伊立还是安怎吼，即拢无要紧。问题是伫倒伊，即、這个妈妈伊失去啥物物件？这个妈妈，我甲讲，你唔通安尼，以为讲你安尼一直做，你感觉讲我真有够力，甲你个囝讲，哎阿囝，你去尽量表我紧，反正出代志了吼，你个红单我拢甲你处理了，有够厉害。这个爸母向囝咧宣誓讲，你看恁爸有厉害无？有法度将你个红单全部拢甲处理掉。第一，我会当。对外囡仔讲，哦，你看恁爸爸遮敖，也毋过伊失去是虾米？等有一日伊个囡仔若去飙车去弄着，死去是虾米人甲害的？
但是佫一点佫较可惜的，就是讲，咱无去想讲，伊讲弄掉，伊毋是家己受伤尔呢，别人互你弄掉的人，敢袂作衰？咱无人思考到这个方面来，咱敢若一直咧讲，哎呀，咱就是爱卖插政治就好，啊，拢卖插伊，啊，逐项就看起吼，伊若去讲安怎就安怎就好。所以咱对着政治这两字，已经互自古早古早，咱全去用套一顶帽啊，囥头壳讲啊，国家大事拢毋好去管。所以我会记哩回想到囡仔学生的时阵。咱应该拢捌拄过吼，伫迄各大个场所，拢有大人个标语讲：伫公共场所，袂使讲啥物话，袂使讲政治，袂使讲国家机密。我一届徛伫迄标语个门口安尼甲看看了，我去问老师讲：老师，我一个疑问吼，伫公共场所袂使谈论国家机密，请问咱个国家机密是啥物？啥物叫做国家机密？将来无人甲讲国家机密呢，但是伊就讲咱袂使谈论国家机密。啊，这个国家机密是啥？竟然老师甲你回答讲，伊嘛毋知影。啊，大家若拢毋知，咱若着去做这个工课？包括有足济物件，咱对古早开始看到遐标语，拢讲到啥物货？讲到讲袂使通废嘛，吼。啊，看到飞碟要安怎？检举飞碟啊，而且佫有一个有责哈，人人有责啊，那知情不报嘞？哎，与毁同罪佫判徒刑，哇！这大家拢，我看咱遮个即届高级班赛遮个同心吼，实在是拢知影真了解。我嘛是讲，哎，这样呢？知悔不报判徒刑，吼、哦！啊，那检举奖金有500,000，严格我去甲注意吼、哦，对头甲尾，敢那无人领着这条钱，因为我足想要检举的，问题我都唔知匪谍，啥物叫做匪谍？有一日机会来了，我拄啊欢喜一个，伫我40岁迄年，拄啊一个叫做，我、哦、迄真正穷鬼哦。那叫做陈芬林，一来的时阵，我怎较紧来讲哇，好无简单，发现到强匪，紧来甲报起哩。我去甲敲电话，甲警察讲讲，哎、欸，我检举匪谍，是咪还佫有效无？还佫会使领50,000无？伊甲我讲，你是要检举甚物？人讲伫台办吼、哦，迄公然的哦，迄拢唔免财政哦，迄你即马去吼、哦，甲检举嘞，就50,000。迄、那个真正强匪，有一支对着伊边遐个人，拢丧尸。哇！啊是安那，伊嘛去到台南，啊伫跋倒去，啊就讲变作，那会煞变作法官甲判讲伊是伤害罪，法官爱判这个人叫做啥？消灭万恶共匪。严古伊这个甲伊摩擦冲突的人，煞去予法官就讲判起来是啥？你判讲伊就是伤害罪，啊！我伫想讲，会奇怪，咱若即种情形，咱免呾教育咱的囡仔。有一日，你的囡仔来甲你问讲，爸爸，啊，匪谍免呾检举，你毋知免呾去甲讲，你嘛毋知免呾甲应呢？伊讲啊，匪谍吼，拢四界走呢。我顶回转去吼，顶礼拜我为高速公路安转去，刚刚是转去甲迄个。休息站，嘛看到一丁，嘛做匪谍，因为伊是为迄个做四川来的，甲问讲哪里可以买得到 K 七棒？啊，我是来看者讲奇怪，伊那那做迄个支那人吼，咱唔是讲白介做朋友，因为伊咧甲问话迄种态度，我看者咧怎讲？哇，啊这哪会倒位来？一个已经70几岁一个老阿伯吼。啊，带规阵啊，像咧赶鸭咧来哦。啊，来了后呢，伊看到我怎甲安尼甲吐呢？讲哎、欸，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 K 一棒？哇，我讲实在是无啥爱甲讲。我讲你要什么东西 ？K 一棒？我讲我听不懂。好、哦，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就 K 一棒啊！我讲你们这边你们都讲什么？我们这边
高水准没有在玩那个啊。啊，伊听听的吼，全歹插我，因为我感受到讲，是安那一阵一阵人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创啥拢免排队，买物件嘛免排队，逐项都安该插咧就入来。这是安怎？因为咱的政治内底包括行为规矩的教育，咱忽略去啊。所以咱阿介莫甲咱的囡仔讲，你莫插政治，因为政治是表现出你对这个你大徛起的所在，你迄个范围厝边隔壁，你表示讲这个三听。你若无关心伊，你就讲啊，这莫插政治，这个人是自私呢。所以，伫遮你看到咱受到中国教育的种种，你若去甲做比较落去，你若讲莫插政治，你的囡仔读册要创啥？尤其最近，你若去看足济校友会，讲到这我是足伤心呢。伊讲。开一个校友会，啊叫大家同学去，去了后，伊全开始招招的讲，来，我甲恁讲，咱吼，迄个校友会的迄个图吼，我感觉伊姓胡啦，住台中市，听讲嘛，胡不知吼，我唔知伊啥物名吼，所以我拢甲叫胡不知道，因为我唔知伊啥物人吼，等于讲。咱这个校友呢，都爱较紧呢，去对话。好、哦，歹势，伊讲大陆哦，我是足歹讲这句话，但是讲去大陆那边开始招学生来咱学校读册，我讲笑的，哪有人安尼？而且伊过来咱这边读高中，咱爱给伊偌济钱？一个月20000，高中生、大学生30000-50000的款，一个月甲补助安尼呢？啊！伊讲这是啥呐？伊讲你就是爱去那边改招生吼，哦，啊恁带团过，我负责给恁钱，吼，哦，啊这拢咱的国家的支付，啊去那边招招来读这间学校，对，叫穷样来读册，这跟咱细汉的教育差偌济。咱较早讲看到穷样爱甲拍死，啊无就爱甲拱死，啊是安怎奈即摆才变做，甲招来得过爱钱好开。所以一讲到这时阵，你会感觉咱的台湾囡仔敢袂足可怜呢？因为你若去台中市迄个三民路、规逝路，你甲看，规逝路拢种补习班，啊，补习班囡仔逐工都为一年开始高一补到高三，佮唔来考大考会调，考袂调也唔知影，啊，一直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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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到伊妈妈拢补到啥物程度？甲讲吼，你吼打卖管。读册就好，啊，莫插政治，人咧政治莫插。但是你一直补咧，补到伊考掉的时阵，我感觉伊嘛输人真济，因为人一个月要领30000，咱敢有？咱敢那补会开偌济去？所以当迄个时阵，我较紧甲伊举手讲，我有一个请求吼，我有个请求，你答应我这个条件，啊，我就来答应你去对花那边，吼。中国啊，甲伊斗招。我讲第一，阮囝今年嘛要注册啊，比照办理吼，对，互阮的囝吼啊嘛卖考试啊，怎啊甲托伊来读咱学校安尼？啊，一个月唔好2000互伊，1万就好。哦，我摕2万会歹势，我1万就会使哩。啊，甚至阮囝同学问咧，讲奇怪，你那边考就使读，啊，若问到的拢爱互伊一摆。啊，无安尼，我唔知要安怎交代。你甲想，伊会甲你回答安怎？伊甲我讲，那一边是我们的什么祖国啦，所以咱爱较厚待他们。我讲，安尼唔对呢，咱将来唔捌去那边，啊，想那边是咱的祖国，啊，想来因那因来，咱就爱立钱。全世界敢有人讲来咱这读册，就爱个钱好开，独独敢那迄届吉那人。所以想到这个时阵。咱有足多真无公平，咱有去发觉着无？哪拢无？咱家一直甲囡仔教育讲，你莫插，
你伫学校认真读册了后，啊，然后呢，读册了后要创啥？考条好个大学。你若佫问讲，啊，若大学考了咧，读硕士、吼、研究所、硕士、博士，啊，读了咧，读了都趁钱啊！啊，趁钱了后咧，趁钱了后就是佫趁佫较侪钱啊！啊，佫趁较侪钱了咧，都等死安尼尔嘛，都无创啥。我感觉安尼一生中间就是安尼行到落尾要创啥？你敢妄望你个后一代是安尼个生活？我甲讲，我甲看下只吼，是安怎台湾囡仔都爱去做八家将？台湾囡仔都爱去训练，安那底下迄个安尼械斗吼，有当时啊。你若甲伊讲话无拄好，伊转去了后，歪一个头，招几个袂来，准备要甲你扯平。我感受讲，即种敢是咱的教育，毋是。所以伫咱的政治内底，敢爱去插，就是爱去关心。咱关心厝边隔壁，就是咧插政治啊。因为政治这两字所概括的含义。是包括美術，包括種種足濟你的知識裡底，包括人甲人相處的關係，攏總是關係在政治裡底。那賣插政治的人，就是甲掠掠咧，等去迄野生動物園，迄都唔免插政治啊，因為西爸無咧插政治，伊嘛無咧選舉，因攏唔免選。你去到遐，你若假贏好，啊好就驚你；啊你若對著西，你若演的贏伊。哦，安尼你就伫遐做万兽之王，袂歹。所以伫遮来讲，我要用一个影片吼，就是经学校内底，咱等下用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吼，这个片名叫做《鲁滨花》。每一届我看到伊这个过程内底，伊咧描写着讲，有一个囡仔，伊是真会画图，但是有一个乡长的囡仔，嘛是会晓画图。但是画图甲画图中间有一位老师，伊讲老实话，伊讲咱来推荐这个囡仔，互伊去参加比赛。啊，毋过，伫因为政治上的关系，因爸爸是乡长，所有的老师拢讲爱推荐啥物人，爱推荐这个乡长的囝。所以，即使甲这有才调的人，有实力的人，伊真实际。不过这个老师吼，经过这个关系，你甲看讲，因这间学校，我相信唔是干这间学校，伫咱台湾所有学校拢总是这个模式。变啊选举，学校内底就是有人侵入。咱来看伊这个选举，伊安那甲校长、老师因的对话。你看这个影片内底，你会了解讲伊是安那去。讲插政治，啥物叫做卖插政治？好，咱看一个。好，你注意伊个对话吼，你会感觉伊讲个话有倒位唔对吼。插政治是最好的收音机耶。段老师，丢中就好，丢中就好。校长，关掉最好的收音机啊！关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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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嗯？伯爷、啊、是这样的，刚才啊，这个乡长那边有打电话过来、啊，希望我们啊下午啊帮他到郭家长家去啊挨杀子啊，嘿嘿，给他慰问一下。他还说、啊，如果他当选的话，哎，这个男老师啊西装一套，女老师啊大衣一件。上次我帮十三号陈明阳拉票，他当选只送给我慰金一包，哎，那当然要头上西装的喽。Thank you.
你要落雨咯，啊，恁的户口名簿甲伊那有查无啊？有啊，有啊，我嘛查安尼，啊，紧嘞，赶紧嘞，啊，紧起来。老哥啊，你要转给啥？干恁做嘛嘞？警察来一直催，一直催你嘞，我来你算你嘞。哎，哥啊，你要转给几号啊？我转给三号啦，啊，都头上顶嘛。哎呀，我都欠你钱嘞。干恁做嘛？看我吃哈，好，先暂停一下。这数嘞是足长的啦哈。不过我相信咱都正看到这个影片嘞演的物件，咱应该无陌生啦哈。只要若上这个年会，咱大家拢会知影讲，老师照讲伊袂使去参与这个，唔是讲袂使插政治，是袂使参与选举。因为若变参与选举落去，老师变哪去教囡仔？老师变哪去教导学生囡仔讲你的行为唔对？我相信拄只迄阵的老师，实在是拢无够资格去做老师，因为。当伊个囡仔若真歹时阵，伊无法度甲教，所以造成咱台湾个囡仔所有个人拢一个观念，以为讲你成绩来当好，安尼就好啊。历史甲考100分，英语甲考100，逐项拢甲考100，安尼你就是出头天啊。按过伊无想到讲，当即个物件。安尼失落是虾米？我相信咱看了后，有侪侪，即个老师失去的是伊良心。我相信伊后盖伊个囝唔知变伫只生存，因为总是乡长加一个尔，会当选举嘛一个尔。敢讲所有个囡仔，你甘愿你个囡仔呐后代，还是你个亲戚囡仔、你个朋友个囡仔？你甘愿讲好，咱全部拢来对一个人，啊，咱拢来做伊奴才。我相信，伫学校内底，当我咧读学校，迄间学校诶当中，每一回选举，校友会开始运作，然后叫个学生伊来坐坐咧，我都捌拄着，阮学校迄候选人。公然去到学校，将分一纸，唔是钱啦吼，一纸迄个做宣传单，分一纸啊，怎敢讲？请你等伊了后吼，沿街安尼甲分分落。结果我甲看讲，啊是安怎那敢那分伊个？伊讲，因为这是咱会对咱学校有帮助呢。哦，我看者讲，啊那对，安尼都应该大家拢会使来啊。伊讲，无。伊跟咱的关系介较好，伊若当选，讲要予咱学校有一个棒球场，要替咱争取。啊，我讲啊，敢会使争取一个撞球场，弄球嘛袂歹，游泳池嘛真好。所以伫遮个过程内底，咱拢唔爱去思考讲，遮个人要争取的物件，敢是伊爱争取，是政府伊应该爱主动予咱，唔是咱去甲讨。然后，咱看到这个政治的操作，这袂当讲政治操作，就是选举的操作。伊选掉了后，伊叫学生囡仔去甲替分甲落尾。我昨下去甲大家同学讲，我知恁真无闲，恁的单拢摕来，我替你分。想袂到足侪同学拢讲，哇，你那遮好安尼好，规堆收收的拢全囥在阮迄间的教室。结果我昨下透早未更的时阵，昨下倒对迄个操场的正中心，啊，昨下看来走。校长一透早看到讲，迄是虾米垃圾那蛋龟堆，我讲那个人很不要脸啊，不知道是谁啊，还讲那是谁丢的，那个头都有印他的，他丢的人都有留下他的名字，啊，去甲掀起来讲，哦，啊，就这个人。结果校长讲啥？啊，那个他不小心掉一堆下来哈，啊，同学赶快把他搬走就好。我讲一条杆甲倒的，一堆讲我做不小心掉下来，叫咱甲搬去边就好，连甲骂甲一句都无。啊，伊刚刚一直咧追究讲，迄什么人倒的？迄什么人倒？刚刚一直咧追究讲，哎、啊，是假那去甲休息，拢甲倒伫操场的正中心，所以。伊袂去追究乱丢垃圾，但是伊去追究虾米货？
蛇去甲侮辱，然后佫叫一挂迄个台中的法院吼，讲起是甚物货，叫做公然，叫做侮辱罪啦。讲下法官来个下校吼，我会记得迄法官姓郭吼，伊说底下讲。你们同学这样子不太好啊，这个是犯了什么罪知不知道？这个叫做公然侮辱。我讲是安怎，这个是公然侮辱。伊的物件，阮校长讲吼，是不小心落伫遐呢。啊，咱若不小心落钱出去裤脚，啊，毋着公然侮辱罪。迄头顶拢有红啊，头拢有印什么人？安尼敢搁是公然侮辱？啊，是安怎，咱落钱都无要紧，都袂公然侮辱。啊，落这着搁是公然侮辱。双重标准的出现啊，尤其当伊咧讲到这政治的方向的时阵，老师开始嘛一直感受着讲啊，恁这学生囡仔吼，拢莫管遐济啦，反正就读册读册，一直读一直读，安尼就好啊。啊，毋过当这个立委选掉了后，咱敢知咱的子弟损失偌济？咱的子弟。开始对着学校，伊讲伊要甲咱争取一个棒球场，结果干那一个学校的迄个拨款，就讲被他砍掉，啊，就讲啊，恁的学校人数种种原因、种种因素啊，种种什么会，学校就说哇，迄嘛爱修理，迄嘛爱修理。我讲啊，咱毋是有一个立委讲要甲咱斗争取，迄个人哪拢无看。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去思考我们的损失多少，我们的损失在哪里。所以不瞒说，我们过来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跟我们的后一代说我们的政治不插，我们要提出勇气去关心到你隔壁，你的厝边隔壁。我相信政治是因为对你关心隔壁开始。过来咱知影政治是虾米的时阵，免来去甲改变。第一，咱都要真清楚讲，学校即马所有的教育单位，甲咱塑造真济种模糊的观念。我一直到即阵才讲稍微清楚。伫早期，咱拢会听到，哦，那每一年的台湾的啥物光复节吼。啊，我拢爱去游行，爱去举国旗，爱去踅街咯。啊，那双十国庆，哦，我踅了几日工，然后踅了，过两工过休困。学生拢足欢喜的，感觉讲，哦，这国庆安尼真好，吼、哦，耍一工，休一工，过补一工，哦，啊那连累都啊四五工，规工闲一套，真好。啊，那台湾光复节吼，我会记得古早为。十月份开始，拢号称哦，做光辉十月，哇！为遐开始安尼一直休，一直休，一直休，休几个月，休几礼拜，拢总用休困，因为啥喏？连一个人死去嘛休困，出事嘛休困，国家台湾光复嘛休困，啊，然后因囝安怎嘛休困，啊，都足侪日子拢休困。但是咱有去甲思考讲，台湾光复到即日的存在。将来拢唔爱去思考，连我家己我嘛讲，这个光复节，我直到两三年前，我才知讲原来咱无光复节。这光复节是对伊嘛无光复，也毋过咱庆祝几年啊？庆祝四几年啊？庆祝四十几年来底，光复了，啥物叫做光复？尤其佫予咱一个希望，讲哦，咱即阵呐会当拍当去迄边吼。啊，咱遮一个人拢会使分偌济餐，甚至我有看过一个阿兵哥，已经足济岁啊，头毛拢白去啊，伊摕一张战士寿田证互我看，啊，我看一个讲，啊，这张啊，该会用领偌济？伊讲，我如果以后领这个资领的话，吼，哦，是我们学校的五倍大。我啊，你可以种吗？你要做什么？伊讲。至少我有那一块田啊，啊，什么时候可以兑现？伊讲不知道，还要等。啊，你还等多久？他这个就不晓得。但是我感觉讲，是安怎，咱一直去对着这个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分化，
开始，我相信台湾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不管什么人来，他都会当给你包容，大家好好相处。但是实在很奇怪，当我们这个头壳如果不清楚的时候，算我们要搬出去，我们每项政治上的福利当中一层一层一直没去。我相信你看到我们现在孩子的补习，这边补这边补，补到路尾他要补到对哪去不知道。上届可惜的是，当很多人他开始一直拼这个升学这条路的时候，他没发现到我们的学校大学古早是十万人才录取差不多两万几个而已，大家是拼到头壳要破的。但是现在听说只要你给签一个名啊，如果有空格你都给写 A 还是 B， 这样说可以录取。甚至你如果不会晓，有人早说那个拔杯那个东西入去，竟然有法考掉。我想说奇怪，现在大学怎么这样考出来，这样整期就不考了，就怎么用这样一直拔就好了，这样整期我们的国家就要开始那个教育部，我看不熟了、哦、统一拔杯中心，叫学生孩子排队、啊、拔到看什么人就分去哪里，这样反正这个教育才会平均化。所以我会记得在早期每一次在说到我的学校老师也很奇怪，他明明知道我对学校的教育 很有意见，亲像对着老师不是说我们有意见，实在是我们的疑问，心中的疑问不能去提问，每一次如果问一次他就跟你说、啊、你这样乌白来，你这个乱来，甚至跟你打压。所以我会记得我做学生时代独独跟人问了一句，这是我们说四十年的议题，我们说四十年的议题，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反共大陆、哦啊、因为我们那个小组就是反共研究小组，开始在那研究研究、哦、每天就在那读的三民主义，一直读一直读、啊、读了的时候我才发觉说不对啊，读三民主义，你敢知道三民主义三条是多三条？民主、民权、民生，这三条你若去甲斟酌甲看落去，伊咧写的话那像无作用。吼、哦，伊讲民生就是在追求人民生活平等，民权就是咧追求人民权利平等，民主就是讲咧追求民主全部平等。啊，毋过咱甲看落去有平等无？咱拢知影讲，这是真非常无平等，因为你若参加这个反共研究小组的人，伊有真独特的诱惑的福利福利，会使去佚佗拢免钱，会使去办活动嘛拢免钱。要唔过，当我问迄句话了后，全去用踢一个吼、哦，认出来。我讲，咱当时要反攻大陆，伊讲这个问题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人问，啊你在问这个干什么？伊讲按我们不是要反共研究小组吗？研究四十年，难道一边我记就买一个报告出来？伊讲这个从来没有人问呢、欸。讲啊这样子哦、啊，那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伊讲啊就反共研究小组啊。听到实在是煎熬，迄个矛盾，互你无法度解答。所以我对着学校开始看到，迄明明写学生活动中心，啊，毋过你学生囡仔你若要去拍网球。伊甲你讲袂使，啊！结果看老师伫遐拍，所以我开始就去甲写一个迄个文章来分吼，分讲即间叫做老师活动中心。我嘛无甲伊骂，我甲讲吼，老师因为教咱真辛苦，所以伊必须要活动，啊有运动的空间，啊怎我都甲咱教好，所以即间爱改名叫做老师活动中心，规气甲改好，安尼拢。大家袂争议，较袂弄唔着争议，所以学校的教育内底，
一开始是针对你足济问题，伊要甲你改变，硬甲你治落去。所以治了后，咱看到学生囡仔，伊咧演讲，伊咧讲足济足济足济演讲，拢会讲到我们要统一中国，解救大陆同胞。啊，救出水深火热之中。当你讲这讲了时阵，我相信，拢无人去思考讲，欸，奇怪，你敢有法度？你甲看后一段影片内底，伊为这个囡仔开始就甲你讲，安那去演讲比赛。啊，毋过伫我看来，这个演讲比赛可能是，人我甲评论可能怎零分，因为伊讲的拢总是废话。是安怎？你甲听看哈，咱来看这个这一段影片。阿明啊，为何最近是写生字啊？吃太多了，人家病到昏倒还可以吃这个，多吃一点也不行啊！不行，叫阿明加乖了。吴先生，阿明跟他妈妈一样，肝不好了。每次啊，你都拖到这个样才来看，真是不注意，太不小心了。下岗军，铁军。上岗亭恭喜乡长当选，辛苦了你读几年级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大衣，不要客气嘛啊！现在我看郭老师，他说我对选举没兴趣。无彩，我专工要来甲说多谢，大家讲伊扛棒为了够赞的，为我一张图啊！大家都说啊，看起来好像总统。老师，我爸爸很尊敬你，你跟他讲让我回去，回去可以画图，这里都是白白的，没有颜色，白色也是一种颜色啊，最干净最纯洁了。你看护士都穿白衣服，天使也是穿白的外衣，还有新娘子也披白纱，是不是？可是他也是白白的啊。这娘的小白色他来不及了，我知道你有困难啊，人多一个没困难，但是你要知道我算过一次要开多少钱，你知道吗？我钱就是好意的，我当然也是知道，要不过要不过算过的时候你也没回我乡长了，实在又不能过啦，要不过要不过怎样？好啊，别说了，好啦，那天都阮老生破病，甲送去病院啦。盖亚注射的同一天。好，咱好这里。好，咱先到这啦哈。这个这段时，你甲咱描述讲，伊这个爸爸为着伊个囡仔破病，啊，甲伊送去病院，袂记得去投票。
啊，袂给你投票了后，专家讲你无投我一票，我先爱甲你斗三工。这个乡长一当选了后，伊开始变一个款，伊开始伊无感觉讲我应该所负担的责任是啥物。我会记看到咱即届顶年3.11日本迄个津波，迄个海啸来的时阵，因的首相讲一句讲，咱东京就是贪婪无厌，所以才得到这种灾害。我看新闻一直甲攻击，讲你这个讲这啥物话，一直甲顶，一直甲顶，但是有落台无？没有。伊讲我讲了并无唔对。但是到落尾伊落台的时阵，是为了什么原因？是为了讲伫一个较远的所在，有两个人夭死，有两个人因为无饭他食夭死，伊怎引咎辞职？所以你甲看到讲人迄先进的国家，伊是安怎重视这个生命，重视人权的尊严？啊，毋过，咱连看到拄只，伊咧对答迄个话，即咱拢无成分吼。伊甲伊问讲，是安怎你我咧选举讲你无投我一票？伊要甲解释讲，我着拄着足大足大的因素，所以我无要去解，无要我倒去选举，无我感觉囡仔要甲等咧。但是伊不爱听遐济，所以伊怎拒绝？甲斗三工，我讲这政府安尼敢会杀你？你政府若因为你的目的，你的有你的手段，要来做这个工课，我相信这毋是真好的政府。所以每一回每一回选举，咱已经选一届去用骗一届，选一届就骗一届，直到讲咱已经感受讲哦，这个政党轮替，这个改变，咱得要换掉的，咱得要安怎的时阵，我发觉到。有一回听到这个高雄市的选举，一个姓陈啊，大大哭吼，我感觉伊所发出来声，互阮隔壁迄个去甲模仿，我听甲嘛真有意思，因为伊讲的话用迄种话。阮隔壁我一届看到一个嘛是福建人，啊，伊个声是真尖，啊，我对伊个声听起来，我是讲奇怪，咱遮当时有做些活动，啊，结果伊话个内容你斟酌甲听清楚，毋是，伊话是话啥物话，伊用真悬个声去话讲，已经忍耐真久咯。防骗真久咯，咱都爱记哩。啊，伊这种腔调，敢那亲像啥物款？一种党，一直安尼话话，敢那像你拄听到的感觉，那像讲哦，这个政党袂歹哦，这个政党真为百姓咧发声。又过迄个人咧发的时阵，伊佫发出啥物？伊讲，咱已经乱真久，敢免休困一下。哦，伊个亲像高速公路，你若无休困，高速公路 ETC 感应器连伊互你弄烂去。啊，讲到那像，哇、哦，有像咧选举的迄个腔呢。啊，所以咱听到这个时阵，感受到讲，咱的选举是变作一个生活无关系，啊嘛无爱插伊。伊咧画啥拢随在伊，伊画的物件，敢那咱也袂去思考，所以有真侪候选人慢慢讲起来，伊讲伊若当选，伊要亲像迄个做啥物，古早有一个镇长叫做四点鬼，伊讲伊要亲像四点鬼安尼，要拍倒去共匪，统一中国。我听讲啊，这安尼够可怜啊！但是人伊讲甲骨哪像真正有影，讲甲这个开这个支票，伊知影讲开这拢唔免兑现嘛，无要紧。甚至伊讲伊若当选，拢总唔免
扣税，你的囡仔慢慢做兵，你的囡仔拢总会当，伊拢要来争取。要唔过，你知影咱一个马先生吼，伊讲咱伊若调了后，伊动算了后，伊要答应咱什么条件？六三三这个物件，当伊讲出来，讲我会予达到这个条件，绝对予恁会当满足。所以，迄些人真侪人相信伊了后，将所有的家产甲变卖了后，全甲投入股市内底。结果，要讲股市要冲到两万点，啊，跌输到规个，引起偌济人自杀，引起偌济人这个家庭全破碎。所以，咱讲到这的时阵，你甲我的心情拢同款。每一回，若讲到台湾人已经骨死亡一个，台湾人为着明仔日子要安过骨死一个，甚至即马是死伫街口啊。犹过当我去甲足济深来的人去头壳甲讲，我甲讲即阵景气遮尼歹，你敢拢袂感受到？伊讲拢袂呢，我感觉也真好。我讲是安怎那也真好，因为吼。我讲啊，就伊着为二十几块起甲遮悬，啥那那拢，你那拢无要紧。妈咪爸爸伊嘛足艰苦的咧过日，伊讲，袂啊，我感觉我又加一千块吼，会当为安尼走台湾头，走台湾尾安尼走两逝。我讲感激呢，伊讲嘿啊，我油我车着遮细啊，遮省油啊，所以我无差。甚至有个人，迄足侪钱的，甲我讲，伊的钱吼，拢伫外口咧散步。所以伊拢唔知景气歹，大拢咧讲景气歹，伊拢无感觉。我讲哪有这种人呢？伊敢拢无看到新闻，今仔日死几个，今仔日几个。所以伫咱这个高级班内底，我相信伫咱做一个官员，咱后界接政权了后，咱唔是讲来去做这个官，是要来做出讲，你要安那去，让你的后一代骨较好。徛伫台湾即块土地，境界会当较轻一个。也若无，咱可能几十年过，咱就拢无看。甚至我有一个足济阿公阿嬷讲：“你若无爱替你个囝来摄像，替你个孙来摄像，伊讲阿管伊啊，我看袂到。”当伊看较到的时阵，伊毋知艰苦袂。所以今仔日咱台湾人有足济政治观的失落，就是讲拢无去认捌。尤其刷来要讲的是讲，咱应该真清楚，咱的教育出真大的问题。咱用真济无拄好的物件教育你囡仔。我伫读高中的时阵，看到迄老师一直咧讲啊，恁着读册读册，吼、哦、读第一名，甚至阮的校长，每一届看到囡仔。你若甲讲校长，我觉得吼，我们学校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安尼时阵，伊拢在你讲，来来来来，你读哪一班的？你成绩怎么样？拢先甲你问讲，你读对一班，你的成绩啥款？每一届你讲校长，那个我们骑脚踏车的人都没有地方放，是不是学校开放好让坑梯呗？伊就甲你讲，来来来，你读哪一班的？你成绩如何？我讲这坑梯呗，甲成绩有啥物关系？但是伊就是要甲你牵做伙，啊，牵做伙无打紧了后，伊用伊迄种思想要教育，所以我即届伫学校迄个青年校刊吼，我咪写一篇文章，因为我感觉因咧写啥物货根本甲你讲一个代志，你敢知影学校的老师有咧专心改你的作业无？我直接公开讲无。因为我甲写一篇组织内底，甲写讲，咱今仔日生活压力遮大，学生囡仔升学压力嘛遮大，是因为咱的比赛方向唔对。咱刚才讲一直爱摕冠军、拼金牌、出国比赛，这就是咱对着追求的方向。所以我伫迄篇的组织内底，我甲写讲，咱学校。都一个老师，赤白白，啊，然后吼，
干那逐工叫阮读册。所以呢，我直接告诉讲，这个老师已经有权威性。伊若讲着讲来，即摆咱来比赛，看者我都放着放真悬，迄个人就是冠军，会用考着台大。我相信大家人拢去训练啥？对啊，每一间学校都开始训练，讲要安那放会当选啥悬。但是我拄写出来时阵，竟然作业抽查甲当一个核准，迄种很贵就当咧，很贵当咧。啊，我提一篇转互大家同学看，讲，哎，安尼啊，甲咱比赛会使卖考试呢吼？用我是提议讲吼，咱若来比赛，比赛看起放着放真悬迄个吼，啊，就使考着免费保送台大，安尼好不？啊，结果讲迄很很讲来当一个核准。我想讲，老师教你看这内底物件没有，这是足奇怪。所以呢，拄只这个鲁冰花这个影片，我一届阁看过一届。台湾足侪囡仔拢像这个小朋友同款，等于进入实力要去参加比赛，但是伊拢互用一个不公平，对，用无公平的标准。啊！怎样给他封杀掉？伊用什么不公平？你若真正甲看内底，伊讲安尼啦，迄、那个美术老师推荐的是讲，咱来请一个这囡仔去比赛，因为这个实力确实好。但是有一个讲，这个乡长的囝呢，这个爱这个较好，结果规定学校怎讲，咱来标决。这是咱唔知政治面失落伫倒位。我甲大家讲。专业的物件袂使标决，专业的代志嘛袂使用标决来代表，因为你会看到讲伫教育内底，我嘛亲身去拄到讲学校用标决来标决啥物代志，标决讲咱读册吼来读到十点，下课食半点钟的饭，较紧的收收的弄弄啊，较紧我就读到十点下课。啊，我感觉讲安尼是安怎？啊，你知影投反对票的囡仔会啥物情形？投反对票的囡仔，就互叫去修理，啊，修理了，你佫甲问讲，读这样子到十点好不好？伊甲你讲很好，老师说可以。啊，毋过真正感觉大家这是每一位学生，所以我嘛捌伫作者发表的舞台吼。文章啊，啥物会甲写讲？我计算咱一天会当休困的时间，算算的吼，一天一个人拢24点钟，结果咱读册读18点钟，啊，然后起床食饭，拢总合合的，拄啊拢超30分钟，拢总甲解决。当你看到你的囡仔，你敢要过一种生活？所以，过来。我真爱去看一支影片吼，我拢用手机做者影片，相信你看了后，你会当发现着讲，外国伊安那教育伊个囡仔，有一个影片，迄、那个囡仔伊画出来时阵，伊甲一张图画纸拢总甲涂黑色，老师都开始看讲这个空囡仔，结果老师佫看讲，哎、欸，你这囡仔唔对，咪敢录一张尔呢？看到纸就骨甲噜噜噜噜噜噜乌的，啊噜乌规排，大家拢唔知伊咧创啥。但是，互我真感动的是讲，因遮个老师就召集开会来研究讲是安怎伊要安尼做。反观倒来，看到咱台湾，我会记我国小二年诶，嘛上美术课，我诶老师拢甲我讲一句啥？你拢做个，你讲你哪遮尼啊？压给哈，好像人家都带彩色笔，你就带水彩。我讲老师啊，美术课不是要用水彩吗？用水彩会弄得乱七八糟。我讲哦，这样子我绝对不会弄得乱七八糟。阿姨佫不相信，因为水彩你还佫灌水，佫冲啥冲啥冲啥。然后看同学哈、哦，用个彩色笔啊贴起来，安尼个噜噜噜噜噜噜啊就好啊。啊就老师我好了。但是，当我开始咧画一个物件，自迄天起，我就心内
就有感觉讲我阿介我拢歪歪倒，因为迄个伤害开始真大。当我一丛树啊，我开始甲规丛甲画红的时阵，我是要看讲迄树啊颜色要甲叠色，因为有人甲我教讲树啊毋是单一颜色，迄是读一个人甲我讲的，所以我规丛树啊拢甲涂红色了。阮迄个老师国小二年的老师怎过来，怎甲伊讲树木什么颜色，安尼甲我问呢？我讲树木啊，树木是咖啡色比较多。树木是咖啡色，啊你怎么涂红色？你根本都不会画啊！怎迄张怎弱弱的吼？怎弹的垃圾桶里？阿公叫我重画。我讲老师，我没有涂画纸了，那是你的事情。阿公甲规定讲，今仔交出来，我就徛到遐，我无多啊，也无涂画纸，也无啥，你要叫我安那做这个代志？所以你会当发觉到学校规定的校规，学校规定的代志，吼、哦，政府咧宣导的法令，拢总有真侪错误。尤其伫读高中的时阵，唔是我真够因为，我感觉就讲，当每一届老师来伫台顶讲，各位同学，你们放学后不要到不良场所。结果咧，我举手甲老师问讲，老师。那你举例一下吼，咱的优良场所伫倒位？啊，无游泳池，啊，无图书馆都关起来啊，吼，啊，无迄个较优良的阅读活动中心，啊，无啥啊，学校迄图书馆都收缩起来，啊，学校的乒乓球嘛收起来，啊，都无一个优良场所咧。啊，你举例看倒位是优良场所，你甲我讲我来。结果伊讲看看讲，啊，反正你就不要去不良场所。啊，这种矛盾的问题了后，真侪囡仔，干那怎讲？倒位才是不良场所？咩？倒位才是优良场所？补习班。迄那看到迄排册包啊，下课就看冲去补习班，迄就是优良场所。但是因咧做啥？可能老师一世人唔知影。伊拢请人去读册，家己走出去佚佗。即我经历。看到这，我讲恁的爸母实在是真可怜，让囡仔去补习啊，作业替予别人写，啊，家己囡仔，你有咧关心无？所以伫这，咱来看这个影片了后，做咱今日的结束吼。你这个影片你好好甲观赏吼，你会发现讲因安那用心咧对待这个代志。みんなの心に浮かんだことをそのまま書けばいいんだからね。伊写着讲，你敢去了解到你的囡仔在做啥？伊的创作或许检测是一个真伟大的作品，但过伫伊还未做好进程，你着甲砍掉。所以我一直咧回想看到这个影片，我拢会想讲，
检采我迄阵二年国小老师若无教我迄张树仔甲断掉的话，凡说迄张永袂足侪钱的。吼、哦，迄是讲笑啦吼。啊，毋过我感觉应该是袂讲，互我十几年来拢毋敢去拿笔去画图。这种伤害我家己捌反省过，我讲啊，实在是台湾囡仔那造成安尼是真正可怜。所以我在一个意向讲，毋忘。今仔日，咱家是后界有可能，拢是民政府的官员。你会当用徛伫人权、徛伫信心、徛伫希望、徛伫听，去教育着你的百姓，教育着疼惜你的人，疼惜着咱所有徛伫台湾的台湾人，让因免为着明仔日子咧惊吓烦恼。好，以上咱个上课到这结束，谢谢。请起立，行礼，休困十分钟。